拜拜。身体康复了没？肚子饿了。在录影。在录影吗？对，我正在录影。你看这红点在闪，就是在录影。对。但是我们还在研究要怎么走出去。从这边。现在我们到石头人的头了。我们到他的刘海。国章鱼，如果觉得过了，张总可以，他没事。对啊。